我是马朵环，我在宜兴，我在珠海，准备去逛一下，走。宜兴珠海风景区门票80块，就在我的前方。最大承载量50000，走进去。这里是卖饮料的，这里的冰红茶呀，8块钱一瓶，一般人喝不起。凌云阁，这就是山顶啊，凌云阁，厉害了。珠海和猫咪，厉害了。